朋友，吃饱了没有？我们今天要玩一个漏尿的游戏啊，所以你还没吃饭的，赶快先去吃啊。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哦。哦，简单的说，我们就是扮演一个小正太，然后他半夜想要去厕所，却又很害怕妖魔鬼怪。没错，像我们一样，我们看完鬼片，半夜也不敢去厕所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不怕，我知道你不怕，你真搞，你真搞。开玩笑的哦，这一款游戏就是说你要对应哪一种怪物来释放技能嘛，不能说这个是技能吧，就把耳朵跟眼睛遮起来而已哦。听到水声我们就把耳朵盖起来，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是把耳朵盖起来的状态，那只怪物就会不见哦。没错，虽然你们看不到我耳朵盖起来了，对，这就是我的魔力，没错。然后像这一种窗户的话，你就要闭起眼睛，闭起眼睛，闭起眼睛的话，它才不会漏尿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恐怖的哦，那个窗户又不会什么跑出来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你不能往后走，你能向后看，但是不能往后走。啊，这个轮椅唐老鸭好了，轮椅唐老鸭就是你要照着你尿的声音，对，尿滴下去那个咚咚咚，对对对，就那个声音，你要按照它的节奏去走嘛，它就不会来骚扰你。好，尿快满了，要爆啦！我操！好，这个游戏最强的招，干！杀了一滴啦！What？哎！好，没错，就是第一关太简单了，所以我松懈了，所以我才漏尿了。好，没错，我们要挑难一点的，我们挑这一关好了。今天这个小视频，只是要分享给大家知道有这一款超级不知所云的游戏哦。漏尿你也可以拿来当游戏，好，那下一次就是拉屎啦，没错吧？这个公司记起来啊，不是做屎就是做尿啊！不看，妈的，那个车你要用闪光灯去闪它哦，而且你不能按着一直闪哦，没有效果哦。好，这只怪物的特点就是，没错。他想要刚你，对，他对正太有意思，他想要从后面刚你就对了，所以你要往后走，不然他就会跑过来刚你。哎呦，其实他可以闪得掉的啦，如果你反应够快的话。没错，你要漏尿又要闪哦，你要跟着节奏，跟着节奏，跟着节奏 ，Yeah Yeah Baby Yeah Yeah， 跟着节奏 Yeah。有，没错，有拍照达人跟水管工人一起进攻的话，你就是把耳朵、眼睛都闭起来，然后汽车让它撞就对了，反正也不会漏太多尿。这个游戏的确是相当的无脑。哎呦，耶，小正太屁股不薄啦，快点啦，要漏尿啦。我反应快，靠呗！已经这一关的难度太简单了，所以我才对嘛。你们知道，你看那么简单的关卡，叫我来玩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再换一关，再换一关。好啦，这个蜜蜂女王，我们来挑战看看好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她怎么破解，我只知道她会在我头上飞来飞去，像苍蝇一样哦。拍照达人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要看着后面，然后又要闪拍照达人，真是有够烦的设定。拎你啊你！哎，没错，你就是要看来看去，让他很忙。
你就是要让他很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被他看到？我操！不要啊！不要抱我菊花啊！屁股都爆开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所以我左顾右盼一下，他就不见了、欸。我干，一点屁用也没有。干！哎、欸，到了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挑难一点的我就会过。没错，挑难一点我就会过。我才不想鸟他嘞！你妈嘞！快！我总算要过一场吧，老瓜，过！耶！不要！喂，正太，你还没脱裤子啊？天哪、啊，你没脱裤子啊？小朋友不要学啊！好啦，这个游戏大概就这样玩了，没让大家看到脱裤子的画面是比较过意不去啊。啊，如果自己有兴趣的话，或者是你小朋友喜欢这类型的游戏，还是不要给他玩好了，有点会造成身心的障碍哦。没有那么脏，没有那么夸张啦。好啦，大概是这种玩法，算是个小游戏，并不推荐大家玩，看完就好。好，今天视频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大家下次再见，记得去吃饭哦，拜拜。